享永华青石一日游、华山一日游、法门寺秦陵一日游、五朵瀑布一日游、五朵瀑布延安两日游。坐到这儿走。待订演出门票。订永华青石一日游、华山一日游、法门寺秦陵一日游。五两。哎，你两个。收了，收了，后面的。这才是今天的第三场交吧。走出去没走远，到达新疆，有五分钟。
小哥。传统文化皮影戏马上开演，真人演出实景体验，需要看皮影戏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观看。
被人称那个姐那个什么称啊，哇哦哇哦，thank you.
Hold on.